花了 hell， 有办法吧？射啊，普攻！花了 fuck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哥，欢迎回来到我们传说对决。那么改版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稍微先研究一下悟空的这个魔纹系统怎么配哦。这个隐刃啊，它是有增强的，持续的效果增加了，那就代表说呢，比如说我现在用了一个位移技能，那我可以有够多的时间去做这个敲击敌人的动作，就是它这个时间变长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伤害也增加了吧。非常遗憾的东西啊，是我们这个恶魔觉醒。虽然说减伤被移除算是一个削弱，但是你玩悟空的话呢，你追求就只是一个高伤害，所以说这个减伤的效果，我觉得倒是没有这么样的影响太大了。好了，那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我们的对战里面实战看看吧。那你老师的耶，这是什么开场啊？像这次的改版呢，好像中路改动比较大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 gank 中路的时候都还挺好 gank 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中路两边的草丛往后延伸了，就等于说整个中路变宽了啊。那我们从草丛引申出去要敲到对方中路法师的情况呢，可能就是会变得比较棘手一点。好了，那我们这边就一样啊，直接来珠宝野区啊，小野怪全部都去死，全部都去死。这个蓝 buff， 给我报警！哦，这个报警，欸，我们等级提升之后那个动画是不是也改动了？有帅到，欸，对，我要看一下中路草丛，欸，真的变好远啊！你看这中路草丛变超远的，欸，这个有点头疼啊！好了，那我们就用我们最原始的装备，直接来测试一把，改版之后的这个整体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哎一下。哇，下路爆炸了！我们先出这个，我靠！下路有办法 gank 吗？可以哦。跑！直接换了啊，这边换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塞紫虎啊，因为我等一下想要出这个跑速鞋，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中路这个变宽的话，我觉得跑速鞋应该会更有利于让我们去 gank 啊。下路有办法 gank 吗？给我起来！哎呀！魔龙，这种时候就直接魔龙了，这样子吃就对了。我告诉你，碎哦！欸，我发现感觉突然之间好像很会暴击，欸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移动直接买这个游荡者之靴啊，这样子可以增加我们前期这个 跑步的速度，搭配我们的一技能啊，是非常强的。好，再去跟下路一次，攻击敌方卡芬尼。辅助来就是死啊！辅助难挡，嗯，好，雅典，哦，哦，这傻小，这傻小，妈的 ，SM 是不是啊？我操，跟下路好了，我先去跟下路，来卡梅。还有一波兵线，我来了 ，yes， 是时候该来 gank 一下上路了。不吃啊！哦，傻小，我，哦，很痛哎，欸。对方卡芬尼很凶呢，是因为他有那个提米吗？我们这边先稍微等一下。
哎呦哎呦，这个提米开了一个大招，我瞬间懒觉都收起来了。这个杀下去之后他们会骷髅背起来，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直接拉掉了，完全无悬念。对方吃魔龙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哦呦酸哦。哇，这个拉兹死了。好，我们直接果断绕了一下路杀这个射手啊，绕单了嘛，对不对？花了 hell， 有办法吧？射啊，普攻！花了 fuck！ 其实我觉得目前这样子看啊，我们如果在出王者之前就有点脱妆了，因为我们没有说很肥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先出王者啊，我们这边直接出这个破阵长矛。你拐啊，我的队友都在干嘛？哦，胆小啊！干他的 SM 王是不是啊？这个包我真的是厉害了，我的妈呀！雅莲哦，雅莲会吸血，那我们就出这个狙魂刀啊。对面的卡芬，你应该有出嗜血弓吧？对啊，好用，那我们就出这个狙魂刀啦，直接 get 你。凯撒有没有机会？中路要出事了，我们要赶快用最快的速度吃掉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对方去吃魔龙了，可是我自己过去。好。好、危险了！对方的提米把大招用掉了。哎呦哎呦！让那个法师死，有没有机会？哇靠！我完全动不了，操！欸，我现在有狙魂刀的情况下，跟这个雅莲定勾机，应该是不会输他吧？如果等一下连射手都出防装的话，那我就要把我的这个破阵长矛啊改成天虫运了。凯撒有没有机会？雅莲在那边。我们从旁边绕，雅莲，哦哟，看到了一丝希望哦！看我这个上去直接灌他们三只啊！操你妈的，还在那边给我抖是不是？哈？暴露了，你一个人守得住我们吗？哦，还有个卡芬尼啊，两位哦，我不行，我要去用命去跟卡芬尼换了，必须用命去换了，这波必须一波带走啊！卡芬尼，给我出来，出来啊！操死神镰刀啊！操你妈的！哈哈 ，yes， 好了，至少把他打退了。OK， 那我们实战之后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一个错觉啊，我觉得悟空他改版之后暴击的那个几率变得非常高，就是很恐怖。我觉得我前面三个紫虎而已，妈的把对面打到头破血流啊。好啦，反正我觉得改版之后，其实说这个魔文系统改烂
也没有太大的感觉啦。对啊，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，期待我的下一部影片呢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The drama, the guns, the armor, the city, the farmer, the babies, the mama, the projects, the drugs, the children, the thugs, the tears, the hugs, the love.